Hello，大家好，我是凯瑞，那欢迎收看今天的永恒冒险。OK，然后，哇，这个其实中间有一，就是距离上次更新呢，其实是已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哦。这个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啊？好啦，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永恒冒险啊。前阵子《Grand Chase of Kakao》这款游戏上市之，在韩国上市之后，凯瑞也是有在玩，只是。因为是用模拟器玩，所以比较少上啊。那之后会再慢慢研究一下。那巴哈已经有人在整理说，要怎么玩了哦，所以这大家可以去看看哦。然后这一次就是我记得界面上有些东西改的蛮多的哦。对，然后这边因为我知道白牙应该有在看我的实况，我不知道他这一步会不会看到。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就是。在某次改版之后呢，这个进游戏副本里面怪物数量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FPS 会直接直线掉落到很低。我就是想问一下说，各位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对，还蛮想确定一下。等一下在游戏里面应该是可以看到啦。哦，那活动副本还有这个什么破破王之地哦，这个我进去玩过了一下，这好可怕哦。然后我只拿到了一张卡片，就是他的那个破破王卡片哦。对，然后他攻击必杀技攻击1+621，我觉得是加蛮多的，还蛮厉害的这张卡片哦。哦，虽然他好像跟后期一些史诗卡片呢，哦，那其实是已经可以相比的，我觉得哦，只是都没有看到必杀技攻击力增加诶。好像比较少有金卡是加必杀技攻击力的，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没有的卡片哦。没有的卡片里面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必杀技攻击力增加哦。哦，由此可知，它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哦，而且它加蛮多的。刚刚顶多看到一张 Junior 的杜尔，他有那样子哦。为什么我头衔又变这个了？等一下。我们应该要装的是征服之绳的，OK。然后目前装备的部分没打算要换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换呢。哦，女王的宝石哦，这是拿来练等用的好东西啊。然后它的时间只有3天，所以还好啦，3天够久了。然后看了一下装备，我们这一格是一直都是空的，我们应该想办法来弄一下了。然后就是这个跟尾巴，这是裤子装饰，然后还有手的装饰，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换一下了。哦，这个久违的回归，我觉得我们要先更新一波装备才行啊。然后它界面也改成这样子了，我觉得看着蛮舒服的啊，其实哦，不能说其实蛮舒服的啊。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是跟什么在比？而60等的传说，其实就等于70等的史诗了哦。那它有，它因为它有地狱之锚，就把它拆掉吧。暴走族，好，这个之后再说。雅斯塔洛，雅斯塔洛，为什么会有雅斯塔洛呢？世纪守卫最终之剑哦，这一把其实我觉得能冲冲看哦，但是之后80等会换上这个。这个好像是暗黑灵魂，是不是？还是哪一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这是龙王那一套吧？还是哪一套？我忘记了。哇，拆解变得好简陋感。然后饰品的部分，饰品不用这个哦。但是它的饰品统一都变成只有，饰品只能制作那个了，只能制作稀有的。不过没关系哦，那个彩虹球我们可以直接买。哦，彩虹球一直以来都是永恒冒险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哦。我钱够多吗？我钱这样够多吗？而且我不知道我买生命球是有个 bug 啦，它是生命球只能一次买一颗，这是 bug 对不对？应该是啦，我觉得。好像饰品的部分，我们先制作。
等一下，我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它有没有什么差别哦？盾牌9541综合攻击力直线下降，我靠，好猛哦！直线攻击力直线下降哎。然后这个是哦，我懂，它直线下降是因为它的属性够好啦。那我个人是取向于做哈基苏的 ，OK。哦，攻击力加了3388哦，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的哦，可行的，可行的。然后这边缺紫金石，这个紫金石我私下会在我练等，其实都是用次元门在练等的，所以说紫金石其实是有稳定来源的哦，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关卡是沙漠盗贼村哦，这个是后面已经有在这个新的这个法老王套装了，我记得是翻法老王套装嘛，我不知道哎，这个找时间回去翻一下旧影片好了。我记得改版影片的时候有做过这三张图，对，这个我确定的。欸，好，那等一下，我再确定一下东西。我现在的装备是什么？杰森最终之剑哦，史诗的。实际上已经可以跟这一把去做它的抗衡了，我觉得。这边还有个世纪守卫刺刃哦，刺刀，世纪守卫双重剑哦。其实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会有世纪守卫系列在我这边呢，还蛮猛的啊。我想说，可能先制作一个，强化石哦，强化石这个还，说到这个蓝水晶，一直都觉得好缺哦。可是这东西真的有用吗？30场等于是30×60，你可以，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划算了，有时间再弄弄看吧。好啦，就直接先进我们的沙漠盗贼村了。好，暂时无法组队是不是 ？OK。哦，有任务出来了。OK， 那这边就是做体验的部分了。那刚刚我们有做新的饰品哦，我们先把它换上去。那我们的能力值是必杀技攻击力下降了384，但主攻击是上升了267哦，妥妥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啊。另外就是，有一个孔机，有个孔机的这个上衣，这是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换的。那由于后期其实很少在使用这个，后期很少在使用二转跟三转，所以说这两把之后可能会把它拆掉。这是60，我觉得还可以再强化。那其他部位的话，这个没有插卡，我们来插一下卡。哦，其实这套60到80等我们就该换了。哦，那它可以 MP 回复率，我觉得可以用一下 MP 回复率，但是这一张毒蝎它加攻击力其实就已经必杀技攻击就已经加这么多了，死不一口嘞。那后面也没有这个重复的卡，除了这一张，但是我不是很想插。好，那这样我们的战力应该是可以上个 SS 吧？有上 SS 了，好像原本就是 SS 是不是？其实我没怎么在注意啊。OK， 那我们就先准备开始吧。技能部分听说有部分角色是新增的这个，找到了这个。等一下，第二个 MP4 哦，这个算是蛮特别的东西啊。它第一个叫做爆裂战器哦，然后第二个。这叫什么来着的？绝对之力啊！这个好像是吃体型的招式，而且还是一体型去做这个去做改变的哦。
老实说，他第二的 MP4 我没有特别深入了解，不过感觉挺帅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沙漠盗贼村啊，一样是简单带个故事，就这样，然后再打个几场啊。终于看到村庄了，稍微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战神再也走不动了，大家都累得不行了，那么我赶紧去找住宿的地方吧。哎呦，有客人呢，看起来风尘仆仆的样子，想必是从远方来的吧，要找休息的地方吗？是的，请问附近可以休息住宿的地方吗？当然有，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如何，要去吗？啊，那就麻烦你带路了。咦，可是为何都没有看到村民呢？嗯，那个物品上的图案是，那不是恐惧不足的图案吗？不是恐惧不足的图案吗？哎，奇怪，怎么会在这里？啊，好像被发现了。这样事情会变得很麻烦呢。看看被发现了，本来小猪想安静的解决，看来不可能了。都是你们让我们那么麻烦，所以不要太抱怨喽。呵呵，嗯，好像是我不对啊，原来是盗贼的部落啊。那么这里或许会有恐惧不足的宝物，说不定，找找看吧。哦，于是我们就淌了这场浑水啊。哇靠！哎，有没有？再那个，哦，有地雷，想起来了。那颗炸弹很痛的啊。那颗地雷真他妈痛啊。大哥。我记得那个炸弹是不是可以炸敌人啊？是的话，我其实可以利用一下。好了，那这边先来试试看第二个 MP4。打喷嚏啊！第二个 MP4 打喷嚏啊！我靠！太猛了吧！它持续时间很久，这是可以给予大伤害的招式哎，有点猛。这个有点猛啊，这招。这个大斧头呢？以前是相当软的哦，看来现在还是一样软啊。没有，它原本是很硬，然后 GCH 把它改软了。原本硬是硬到你必须使用他们的炸弹去把它炸爆才行哦，但是后来 GCH 好像把它改得很软了。还是原本台服就有改软吗？因为我记得自从玩了 GCH 之后，这种怪物都是直接徒手把他们清掉的，但是真的就是用手把他们掰开来。这是什么？第一次看到哎，像时空一样，但挂着会额外的装置，但额外挂着装置的，反正我们可以使用就好啦。敌人往这边来了，大家快注意哦！真是的，也太多敌人了吧？哦，那这边就是以前啊，之前玩也会那个，就是这一块了。不行啊，这边直接放个 MP4 啊。就这么一点敌人是不是？那算了，不用 MP4 啦 ，MP3 就可以了。转圈圈呢、怪物少很多啊。以前怪物是整片涌过来啊，但是现在整个少成这样子。哇，还直接暴击干掉一只哎，好爽啊！キモチ，哎呦！想偷袭人是不是呢？没那么简单。You son of the bitch！好了，快死了！我真的该冲装了，我该冲装了。但是上衣我可能先不冲吧，就是怎么讲，觉得不太值得啊！看那里，巨大的蝎子上有小孩，小孩不要怕，姐姐很快。哦呦，哦，
那个长得像骆驼的家伙叫我什么？我是大沙漠主宰，沙漠蝎子王。他其实真的蛮可爱的。我长得像骆驼，长了一副自己很伟大，想必不知道羞耻怎么写吧？我才不知道你这家伙是谁，偷走孔基宝物的坏人，你逃不掉了，是吗？在这宽广的沙漠中，我们偷走的东西可不止一两样哦。偷走了太多宝物，有哪些我都没印象了，想必不太值钱吗？不是吗，骆驼？哈哈。你这是断线了，那我就让你永远记住你这骆驼。好，这一关呢是开始导入那个，等一下哦，我要先把小怪清掉，不行，又快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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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放 danger 啦，死掉了啦，我们只剩一颗，我们只剩一颗啦，我们要先确定王在哪里。干掉了，干掉了！又来了，又来了！我想放个 MP4 都不行啊！看能不能直接把他带走好了。啊，不行不行不行，他又恢复了，然后又被我打掉了，好可怜啊！干，你怎么这么可怜啊，沙漠蝎子王。哦，干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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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然后怎么样？现在稍微记起来了吗？沙漠大主宰，沙漠蝎子王，好像太容易的样子啦，这伟大的打，这也太嘣，就是狂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宝物在哪里呀、他们偷走啦，他们，就是他们，你要不要说的更清楚一些呢？有一天晚上，有个戴帽子的家伙来到这里，并对我们说：“这种珍贵的东西不属于你们的。”然后就带着宝物从黑暗中消失了，好像不是说谎呢。戴帽子的人这样很难找到的说：“干脆不要找，不是比较好吗？”你认为我们是找不到吗？你其实我们只是不想找罢了，因为这里会戴帽子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被戴绿帽的老王啊，没有啦，其实是小明啊。是谁？说清楚点。你就算去找也只有死路一条的，反正你想知道就告诉你好了。这里是雅图姆有名神明的坟墓哦，传说中有着珍贵的宝藏，但因为谁都不能确定其传言真实性发生什么事了吗？通往沙漠，通往金字塔唯一的道路就是要通过拉峡谷，他们就在那里。拉峡谷的守护者，他们就在那里啊，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只知道是戴着帽子的人。有人说他们是保护金字塔不被掠夺的人，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单纯的杀人犯而已。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前往拉峡谷的人都再也回不来了，就像我的部下一样。那要怎么办呢？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找宝物啊，和孔基约定好了呢。果然像骆驼，也太随性了，你们的生命，真是小爱会做出的决定呢。大家振作起来吧，前面还有许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呢。小姐，你是不是忘记雅斯塔洛快要毁掉世界了、好啦，这一招真的蛮猛的。我拿到两件而且目前好像只有一转有这个，目前只有一转有这么个。为什么有人跑进来了？还85等呢、我们还是锁房间好了。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买水。等一下，我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我们需要什么了。I need water。干，买一下就没水了，我还买错，干。等一下，
英雄商城在哪里？哎，米兹给的，米兹给的，这里。其他啊，干史上最浪费，我已经好几百年没有打英雄副本了，我的天哪！我刚刚说要冲装，对不对？我们先冲头哦。哦，然后他后来也都不用那啥来着的，后来也都不用吃装备，我觉得还不错啊。还是装一下会比较保险哦。你确定这样真的有用吗？哎，这很有问题啊！我记得是不是加六要装一般的卷轴会比较有效果啊？我记得，印象中，哎，真的哎，真的哎，加六就是要用一般的卷轴才有用啦！哎，你看啊，这设定，等一下，一直按错啊，等一下。再来是上衣先不冲嘛，裤子，然后强化啊，上去啊！很好，再上去，好了，是六加七，一定上，没有，这个没上。还下降呢，我天哪，还连降两次，我的天哪。好了，有一个加五就好了，反正也没钱了。突然觉得好悲哀哦，没钱了啦。这一格一直空着，其实也不太好哦。我觉得有时间要再弄一下了。好，那我们就打个几场，耗一耗时间吧。攻击34敌人的背后，这因为他后来 AI 有调过那个 AI 有调过他的灵敏度，所以说背后34其实有点困难，我觉得。被地爷炸到啊！又被炸到了！又被炸到了！现在十下而已，是不是？没关系，第一关就有十下，我也觉得已经非常的光荣了。光荣背后打击之路哦，等一下，不是嘛？你看他们就这么聪明，这打一下就直接转头了，超猛！现在来了17下，好了，你这样也可以了，19下啊。光荣被打之路哦，背后的背不是那个被打的背啊。好啦，还有八下，八下嘛。好，还有四下，没了。
过来啊、欸、有啦、欸、还差两下、喔、你不要转头啊大哥，等一下用这个根本打不到背后啊，干他是不是在弄龙卷风，他真的在弄龙卷风，等一下啊哟、哎、有了有了有了，三十下了三十下了啊，天哪、啊、现在弄个三十下这么麻烦啊，我发现我现在非常会抓这个 MP3 的 JF、哦、欸不要搞事啊小哥、哦哦、对，我用这个 打个背后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看还打了十二下、哦、天哪我真是太厉害了、哦、好的，那这边先把它收掉、哦哦、有蛋有蛋有蛋，哎、欸，这个蛋好像也会 miss、哦、就是他们是吃那个，他们是吃弓箭的哦，体型越大吃越多伤害哦，太猛啦、啊、直接秒人家啦，我的天哪、啊、哇靠，这一招有点猛啊、欸、但是 Run 还是个 B 啊，我现在觉得好悲伤哦、啊、还是只有 B 耶、欸、啊冠军模式干不要啦，这么麻烦的关卡我才不要打冠军模式耶、欸、干你们真你们唬我，我不要打冠军模式，妈，我肯做影片就算不错了，你们还要求什么？敢好好讲的，我很不想做一样。嗯，好啦，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哦、我再试下去练等哦，好不好？那 Gerudo 的部分，工会成员哦，这个最后上线日呢，今天只有我上线而已。哦，这个2016的哦，有些人都很少在上了啊，可能是跟我一样，就是毕竟不是政府啦，然后多少都会有一点很懒打之类的哦。那所以今天就这样吧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 YouTube 下方点个订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与喜欢就可以得知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推去按个追随，推他人跟随，嗯哼，那就是这样子啦。OK， 那我们今天的 Grand Chess、哦、History 就先到这边结束啦、哦、感谢大家的收看啦，我们下回再见啦，拜拜。欸，然后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我勤奋一点练等啊，我们有时间可以来打这个毁灭之塔哦，好不好？那就先这样子啊，大家拜拜。等一下，毁灭之塔好像依然是那个什么，这是真铁龙吗？这是黄金诶，猪矮人守卫，然后这边是真铁龙套装，饰品也有真铁龙饰品。活动就一样嘛，对不对？这应该是时装问，这应该是时装吧？还是应该就是异色铁龙啊？我听人家讲的，这三小啦，啊，这又是什么？好酷哦，感觉有点悬哦。哦，这是史诗，只是这个从哪里获得，我不太确定啊。波波这里我看也只有黄色的那个啊，好啦，我们有空再聊，好，大家拜拜。